商务酒店，这是个啥 ？And it's so cool. It's a really big city. We're gonna spend 3 days here. Checking into the hotel. See you. We're at Chongqing 瓷器排队小吃。谁的？六元，是我亲到的，我亲到的。哇，你的好这个。有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来这边吃吧。特色不好意思，哎，对，服务的。那么来先试一下嘛，其他地方都没有。S'mores ice cream。它这个冰粉有名气，你知道吗？就要在这儿，重庆吃冰粉。而且它这种冰粉都是葛根。系好快餐了，给钱给你来了。这就是起司。然后放的玫瑰花。哎，录着没？啊，走呀！哎，我咋？哎，对呀，有人想跟这块儿。哎呦，哎，你们咋啥？你们咋？你们咋？你们咋？两个是我一个。哦，你在这现做嘞。男友正宗，来你们好，后面的美女，啊，这帮你就手摊要几份？10元。好了，我来背着你。辛苦了啊，不容易。老司机最辛苦。哎，服务员，你早上又能干回去了。
没有没有。好，这是一组的。也是这一组的。这是一组的。这是什么呀，叔叔？这是什么呀？工艺品啊，如此的，掉不了，掉不了。回去。他这还好像是，那个这个还可以豆豉，对，在哪儿？这可能我觉得这可能挺甜的，适合咱口味。大姐一起。要哪个？哎，一碗96.4，总共加那两个。哎，对，一起。好的，上面一把。你不吃，你不加这个？我不加，我坚决不加。奶奶好，这个串可以先拿走吃啊。那我们这个两块。来2.9，嗯，这个好吃，这个、比咱吃，嗯，真的比咱在这吃的好吃。这是啥嘞？鸭肠。它啥都有，肺片呀，什么牛肉呀。嗯，是吧？
跟小度一样。
咱点的双椒牛肉还挺好吃的，嫩嫩的。咦，我看你这个好辣。越吃油越多。别抖桌子啊！吃火锅。我要休息，这么太冷了。有点儿了，倒酒。你这个鲜奶味儿可重啊，好吃。蛋黄派。你看，那这个又来了，这火的。那要不是带你来呢？怎么这么走呢？这个好，西边，明天。等一下。